如果你有一千平米的地，你是会种花还是种菜？我看到一个新闻， China will auf dem Mond und dem Mars gerne frisches Gemüse anbauen。中国人要在月球种菜，要在沙漠里种菜，要在南极，要在南极种菜。哎，你们中国人真的非常爱种菜。已经有很多粉丝问我，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花园里只有花，是不是只有花？为什么不种菜？大家好，我是 Toby。 最近因为疫情，很多的德国人的花园变成了菜园子，阳台上面都种满了菜，有的家里还养起了鸡，下起了蛋。Die Zahl der Hühnerhalter steigt. Allein in Köln sind 400 private Ställe gemeldet. 我们的 Naturschutzbund 说，现在我们应该要 selbstversorgen. Naturschutzbund Deutschland, NABU, rät in der Corona-Krise zu Gemüse- und Kräuteranbau auf der Fensterbank und Balkon. 就是就让大家自己种菜，自己养母鸡，自己养蜜蜂。我不可惜，但是种菜现在在德国很 fashion。如果你去你朋友家做客，你告诉他们，嘿，这是我自己种的，特别有面子。这就是大黄，他们还有很多土豆，还有蓝莓、葡萄、洋葱，他们种树莓，还有后面的那个房子，这是沙拉，他们也种很多的沙拉，还有 Flugsalat 和挺别样的。德国人最爱种的就是西红柿、黄瓜、沙拉、辣椒。以前别人看我视频的时候都觉得我在这里的大片草坪太浪费了。我丈母娘上次来我家的时候就想在这块地种草，可惜这是我们邻居的，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只有这么一块，所以我们只可以种几个西红柿和南瓜。我今天要给我的南瓜做一个爬架，好在我们需要的材料，我爸爸的仓库里都有。That was... 来嘛 ，here und zu Felden。哎，你好。哎，你好。现在因为疫情，中国菜都可以送到门口啊，太好了。Ah, okay, 谢谢。好，继续。Dafür braucht man eine große Garage, dass man das alles zur Verfügung hat. Das ist zum Reinhauen nachher. Diese Erdprobe. Und hier habe ich noch einen dabei. Der ist 10 cm und der ist ungefähr 6 cm. Ja.每次我觉得真的安全，因为每次他带了两个羊的东西。如果工具坏了，他还带来了一个备用的。我很好奇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的土地不是很好，有很多的石头，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做一个 lock。Okay. Toll. Und wie lange ist? Nicola. 去年我们也种南瓜，给了很多的朋友、邻居，大家都说了非常好吃。所以今年我们要种更多的南瓜，太好吃，我特别喜欢，我朋友也都喜欢。我网上看了一个视频，我跟一个中国人吃。学到，他是说盖一个这样的 Pflanzenwand 比在地面种好多了，所以可以收到更多的南瓜。在德国有一块是中国。请问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菜？欢迎大家给我分享一下。我们在这里还没盖好，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自己种菜，因为第一。
为了疫情大家都带着在家里的，他们都比较有时间。第二，他们都要知道他们吃的菜，他们吃的蛋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比较健康，因为在超市里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加不加农药。谢谢你们的观看，拜拜。